西北四面八方，春夏秋冬流水时光，人群匆匆拥挤向前，你我他们四处奔忙，我在疲惫，你在兴奋，同一隧道同一方向，有人哭泣有人欢笑，我们同路飞驰地铁，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，再大的风雨都不停站，陌生的请你在同一空间，有人相聚有人再见，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，再长的路也在瞬间，城市里安养着奔忙的我们，那你难忙碌呢？分了，他跟着剧组继续去拍戏了，他觉得我疯了。我以前都是拍图片，今天我想拍视频，想用无人机跟拍他们。他们真的是太美了。我确实是没有钱，所以我想请你们来帮忙。留不留下来你们自己决定。蝴蝶这两天就要来了。是不是疯了？他现在那样，我完全认不出来。我本来拉你是来挣钱的，班长应该追理想，我也有理想啊，不非得用这种方法去实现吗？完全是疯了。你把无人机借给我吧，我去帮他。你也疯了？我敬佩他。好，陪你一块儿，咱一块儿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来了，你们俩聊吧，我收拾东西。嗯，哎，那哥你也收拾东西吧，跟我回去。我是要收拾东西，但我不能跟你回去。啊？哎，你不跟我回家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山里。山里？拍电影。拍电影？拍蝴蝶，就那个陈导，他跟我说，这个金凤蝶每年只有秋天来这么一回，几天就在这个银杏沟出现，特别难得。用飞机跟踪金凤蝶，拍它的那个迁徙跟繁衍的过程。就是虽然我没见过，但他描述的特别漂亮，说那个蝴蝶像彩带一样，哎，一想想都特别美，特别好。那要是那么好，你把我带去吧，我可以请两天假的，可以的。小飞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任务特别艰巨，你知道吗？
我什么任务啊？第一，你想啊，我不在家了，你要走了，那爸妈、爷爷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第二，现在是敏感时期，你得随时随刻的给我汇报咱妈的态度跟行踪，你知道吗？去。还有第三，你等一下。 帮我跑个腿儿。这什么呀？帮我去医院取个化验单。你那眼睛好点了吗？就好了，你放心吧，你就甭担心我了啊！你回家吧啊！哎，我快点，好了没？我要不然跟你们一起去吧，我也特想看点蝴蝶。听话，你回家。快点，你给我回家。我回家我。 我回去还得跟妈解释一大堆，要不待我一起去吧？还问你什么？你就说不知道。哎，别不说。哎，曹达，你帮我说两句话，你帮我带我去吧。没人给我带好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们带不带我去啊？带不带我去啊，哥？先上车。带我去？谢哥。送你回家。上车。 都是我设计的最新的地铁列车，怎么样？看这个，怎么样？看这个，绝对的黑科技。你这些给石总看过了吗？没呢。不是，问题是你给我看有什么用啊？你得给石总看呢。好东西当然先给你分享了。你看这个，怎么样？真不错。月姐，周百科，跟你说，我有对象里的消息。躲哪儿了？ 打死你们都想不到，他拍电影去了。拍电影？嗯。拉倒吧，他还真改行干演员呢。改什么改？他又不是小学生，我当什么演员啊？他给人航拍去了。对对对。什么拍？他不是那个遥控飞机吗？嗯、他玩大了，还真没想到啊，他丁小雨现在竟然去混电影圈了，哈哈，真是娱乐无极限啊。那这不行啊，必须把他拽回来啊。是啊。我觉得挺好。 没事啊，那你跟我去趟剧组吧。剧组？啊，你别告诉我你去追星啊？不是，你帮我去剧组把丁香雨找回来。丁香雨啊？哎，丁香雨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？我才不去呢。行吧，我挂了啊。 习惯就好了。曹达，谢谢你们又回来帮我。嗨，别谢我，你谢他吧。丁小雨，谢谢你。 消息了，说金凤蝶今天就到了，今天晚上就能进山。真的？对。太好了。来来。
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拍。哎，来。我告诉你们怎么拍。蝴蝶会从远处飞来，沿着河面飞。我想让你们用无人机跟拍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距离太近了会把它们吓跑，太远了又没有效果。你们看这条河，波光粼粼的，多美。一会儿蝴蝶来了，他们会在河面上翩翩起舞。美极了。哎，小飞，你快给丁小雨发个信息，让他把位置发过来，我们好导航一下。发什么发呀？短信不回，电话不接。哎，找曹达。哎呀，我找了，根本不理我。那我们上哪儿去找他们俩啊？哎，我听说前面这山里啊，前段时间有人拍电影，咱们可以去那儿看看。那你赶紧搜一下呀，怎么走啊？哎，好，马上。前面就是岔路了，往左还往右啊？着急呀、啊！那个前面的岔路，往左走，顺着山路一直往前走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说说看，老在城里待着，这进山里头也没雾霾，真舒服啊。嗯，舒服倒是舒服，但是没地儿吃饭呢。不吃肉。整天就想着吃。哎，你不是吃货？那我比你好吧，吃货。谁让我想着吃？哎，司机同志，这可是在山路，好吗？请认真开车，我们的性命都在你手里。放心吧，没事了啊。往我身上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个地方我要配音乐，是重金属的摇滚乐，一定要卖。蝴蝶非常难得，一年就来这么一两次。放心吧，我都没心了。那你的心去哪儿？在蝴蝶那儿呢。前面的岔路顺着左边，然后呢？然后，没信号了啊？那怎么弄啊？什么？那怎么弄？周百科，你看给我们倒这地儿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现在又没有信号，怎么办呢？现在这没信号了，能怪我吗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怎么走？哎，小飞，你跟他们到底拍什么呀？拍，好像拍什么蝴蝶什么蝴蝶？哎，这个我知道。这山里面啊，确实有一种蝴蝶，叫金，反正叫金什么蝴蝶吧。秋天的时候会在河边出现。河边？那河边怎么走啊？啊？这个山里面啊，通常这个河和公路都是并排而行的，只要顺着公路走，肯定会看到河的。啊，那走吧。哦，行，顺着公路。完美。好了，等等吧，他们快来了，我能感觉到他们。
蝶来了。哪儿呢？下降，下降，沿着河面飞。好，保持高度，等他们过来了再开始拍。我说天蓝，我们给你这么拍，就一点劳务也没有？没有。这是人家的理想。理想，理想能当饭吃？理想。别说。好，准备。呜呼，来了来了，开拍！喂，你还在吗？那个长不大的少年，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，我还以为我没有变。看住了，看住了，哎，你还好吗？那些无处投奔的眼。曾经写下的伤感，对，保持距离。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，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，卷忘了路途遥远，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，也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，所有的悲喜过往是岁月中的一张。哎，你们看前面，那是他们的车吗？那现在怎么弄啊？怎么过去？哎，同志们，前面有个桥，从那绕过去。啊，行行行，走了啊！哎呦，哎，你慢点儿，不行，快点。蝴蝶还会再来的。不回。其实我也特别想帮他，可是他又不给钱。那他的蝴蝶怎么了？他的理想怎么了？你别老他他他的，那你工作怎么办啊？丁小雨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我们来找你，你是必须跟我们回去。张站长已经现实让我们找你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再不回去的话，你就废了。丁香雨，京铁站不能再乱了，这个道理应该知道。别人秦站长大老远的，哎，干嘛呀？喂，干嘛呢？蝴蝶还会来吗？不知道还会不会来。你
先走吧。那你还要等吗？等。好，我陪你等。你们走吧，我要在这等蝴蝶。曹达，飞机给我留下。丁小雨。要不然拍完蝴蝶我们就回去。丁小雨，你耍什么小孩脾气啊？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你要当金子发光吗？怎么着在这当石头了？你回不回去给去通电话。金云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丁小雨，站长都发火了，赶紧表个态。哥，你倒是表个态呀。哥，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就手机24小时开机，然后我们短信你回，电话你接，你就别失联，行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他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个，今天我们来把你们蝴蝶吓跑了，跟你们说声对不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金铁站不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，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。走吧。哥，那我走了啊。想取消这丁小雨化验单。好的，稍等，我帮你找一下。啊。嗯，这个是。哎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太懂，有事儿吗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视网膜和晶体损伤，然后视力还很难恢复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哥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啊。哥，你血型是 B 型的吗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。你说这翔宇这孩子吧，太不靠谱了，去拍什么电影啊？正道，你明天去给我抓回来去。他怎么招无忌？特殊情况吧，毕竟啊，这翔宇把人电影给拍砸了。哎，你说他什么事儿没干砸过？妈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是 A 型血吧 ？A 型血又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就知道每天研究什么血型啊、星座啊，以性格命运。那人的性格是生活磨练出来的。你看看这个啊，丁翔宇 ，B 型血 ，B 又怎么了？爸，你是 O 型吧？我是 O 型啊。好 ，A 型血的妈妈和 O 型血的爸爸是生不出来 B 型血的儿子的。胡说什么呢你？就是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胡说？不信你俩上医院查去啊！难道我哥不是你们俩亲生的？又胡说！我生的。
哎，你哥是我生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是 B 型啊？哎，哦对了，我弄错了，肯定弄错，我是 AB。AB。对，我是 AB 型。哎，前一阵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人家医生给我说的，说我是 AB 型。你确定？对啊。你要是 AB 型，那事儿就更大了。AB 型的妈妈和 O 型的爸爸是生不出来 O 型血的女儿的。哎呀，你妈糊涂了，你糊涂了吧？你忘了咱结婚的时候，你不是告诉我你是 B 型血吗 ？B 型啊，我是 O 型，你是 B 型吧？对对对，那肯定能生出一个可能是 O 型，也可能是 B 型的孩子呀。对呀。哎呀，我真的弄错了！你看，你看你气的，不就是个血型吗？啊不，妈，你到底啥型血啊？哎呀，我当证人，肯定是 B 型。行了，小飞，时候不早了，睡觉去吧，别瞎问了啊！别睡觉，你呀，你也睡觉去吧。举手干什么？帮助思索。举着个围巾思索。哎，你烦不烦？你问他去，我哪能知道？陈导演，陈导演，说话。你干什么呢？我们这快吃饭了。我在体会蝴蝶飞舞的感觉。好在他们来的时候，我能拍好他们。那你体会到了吗？我听说蝴蝶就几个月的寿命，对吧？他们会在冬天来之前就死掉。寿命太短了。是因为他们没穿羽绒服好吗？记住，蝴蝶不是寿命，是生命。因为生命短暂，所以美丽。再不吃饭啊，我们就没生命了。行，我晚上请你们吃烤鱼。耶，烤鱼！曹达，你先钓鱼去。去不去？陈天来，我和你。是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儿子是你亲生的吗？不是我亲生的，还能是谁生的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没事，我就随便问问。这是随便问的事儿吗？对不起啊，师傅。那咱回去吧。你脑子是想什么呢你？
1、2、3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把今天的巡查记录登记一下。小飞。啊。哦。今天心不在焉的，还胡思乱想呢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之前问我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没什么意思。检查一下工具。哦。怎么了？找什么呢？我扳手没了。扳手没了，再找找。没有啊，这师傅，你看看你包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这儿就一个扳手。是不是把扳手落在隧道里了？轨道马上要通电了，而且亚道车马上要出发了。走，快点，带着手电。东西落在铁轨上是要翻车的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你一个女孩子干这个工作不容易，别人睡觉你上班，别人上班你睡觉，整天跟着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在黑咕隆咚的隧道里钻来钻去。但是既然咱们干了，就要为这个工作负责，知道吗？我下不为例了。下不为例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咱们幸亏找到了，没出事儿。你应该笑才对。啊，笑一个。你这一笑，把我给笑饿了。行了，收拾一下，吃饭啊。谢谢师傅。
好好说说。来，尝尝我们家水果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啊，我和我哥有一个可能不是我妈生的。哎，干嘛呀？没啥嘛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刚过来的时候脑袋被门挤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我突然发现我跟我哥的血型不匹配。那你问你妈呀。哎呦，我忘了。我妈有时候她是 A 型的，一会儿说她是 B 型的，一会儿又说她是 AB 型的。你说我到底是哪个？嗯，我十有八九就不是我妈生的。哎，你不是你妈生的，那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你还非得证明你妈是你妈，你真逗啊你！哎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你跟丁翔宇，一个聪明，一个傻笨。对，十有八九你们不是一个妈生的。你还是人吗你啊？东南西北四面八方，春夏秋冬流水时光，人群匆匆拥挤向前，你我他们四处奔忙。哎，峰哥，峰哥，上回唱歌那个女孩现在正在站台上。哎，拦住她，快快快快！好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怎么回事这是？哎，你怎么又在这唱歌啊？这不让卖唱的。人家不要钱没卖唱。对啊，我没卖唱。这不要钱也不能在这儿唱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各位让一让，让一让，东西收一下，收一下。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算了吧。这没歌听了，算了吧，排队排队排队上车啊，请排队上车。好，三三。又是你啊！我怎么了？行，大家都散了吧，都错过好多趟车了啊！大家回去吧。谢谢谢谢。哥，哎，那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好处理啊。好。啊。哎，你别抢我琴啊！我帮你收起来。这不是姚天禄吗？行啊，给我吧，谢谢。哎，你要干嘛？我回家。回家？你想得美！你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警务室。去警务室干嘛？我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走。我要告诉你，地铁是公共交通工具，那不是说谁来了都能在那儿什么唱歌跳舞、什么打杂耍的，那样地铁怎么运营啊？我们怎么保证乘客的人身生命安全？这个地铁里有明文规定，禁止乞讨卖唱。我又没收乘客钱，不算卖唱吧？那也不行。那我唱歌还犯法啊？唱歌不犯法，那得分地点场合。咱们干什么事情不都得分个地点场合吗？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吃饭，你说你好不好的，你不坐在饭店里吃饭，你非得端着你的菜，端着你的饭，你跑卫生间去，那饭能好吃了？你看你举这例子，这样说，你谈恋爱，啊，本来呢你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两个人在花前月下的地方谈恋爱，不，你偏得跑到八宝山去。你说你们俩这恋爱谈的吧，那能谈出什么味儿来啊？所以说，不论干什么事情，那都得讲究那么一个地点位置。对，但我没谈恋爱啊。哟，单身啊？那你爸妈不着急啊？那就跟你没关系了吧。
喂，你还在吗？那个长不大的少年，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，我还以为我没有变。喂，你还好吗？那些无处投奔的夜，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，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，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，却忘了路途遥远，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。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，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。Thank you.